来到一个水闸，看上去还可以啊，具体行不行，试试才知道了。这可以啊，希望水别太浅了。吓跑他们最好了。用出必杀技，倒吊。我就不信了，我不信这儿没有。中中，哇！我就说怎么可能没有，我去，我去拿那个，等一下我要去拿我的那个小嘴，小嘴从这边走，炸水还行。刚才那个位置炸水啊，所以你抛过去，抛过去，然后就中了。它炸了好几次水，就是那只1.5的小嘴在那儿，找鱼吃呢，有点意思啊。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，我都看见他中了，中了，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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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让你跑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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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了可以，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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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吧。哦、oh, yes， 好了，别跳了，又一只小嘴，它嘴里有个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好恶心啊！看这些小嘴，来入水下吧。这都能给你干倒了。
哇！你给我开玩笑呢？中了什么？小嘴巴？哇！飞上来，来吧 ！Yes！ 哦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哦，照常想去走，哎，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。哇，看来那儿，可能那儿还有，赶紧走吧，拜拜。可以的呀，绝杀呀，抽屉呢，绝杀，再试试。那么远吗？刚才，哼，太逗了，真的没想到。哎呀，让他跑了！这跑了，这只好大啊！好大的跑了，再来！哦，这么多鱼都跑出来了吗？很嚣张的样子。三更半夜才玩抽停是吧？撤了。